接下来学习这个数据类型之列表类型的一个定义啊，定义啊，在中括号内用逗号分隔开多个任意类型的值啊，定义方式啊，是吧？之前我们学过了字符串啊，是吧？好，整型、浮点型啊，是吧？小数点，然后还有一个列表里面可以放列表的，列表里面可以放列表，就是它可以放任意的数据类型啊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看，好，不用的，我们演示一下，演示一下。L 好等于好中括号大海好逗号要用逗号分隔开的逗号，还可以选其他类型吧，是吧？一点二逗号啊，一点二，然后还可以写个小海啊。那么这一个整体啊，就是一个值吧，放在这个大列表里面啊。大列表里面也可以放个小列表啊，打印一下，，type 一下，type 一下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啊，它的索引的位置啊，它也是有个索引的啊。好，那么我等一下我们再讲啊。